来来来来来来，干杯！子轩姐，子轩，你还没有跟我喝过呢。子轩，我们俩交杯吧。把你的咸猪手给我放开，出去给我们站岗去。凭什么？我跟你说，杨潇，我是已经把子轩姐姐让给你了，但是你必须得对我的子轩姐姐好。你要对子轩姐姐不好，让我子轩姐姐不高兴的话，我一定拿你试问。子轩呀，你真是酒前酒后一个智障。告诉你，你这辈子都没机会了。栓子、柳条，把他拉出去。你给我出去！你们两个要是动我一下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梅兰竹菊可就没你们的事了。把酒杯拿来，我一定陪好你。我来提一杯吧，这新生路啊，终于开通了，王蓉也伏法了。我们的仇也算是报了，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子俊，清风寨的兄弟现在都怎么样了？他们现在都在我们军营里了，他们现在干的可都是正经的营生，再也不用流离失所了。看来我们子俊长大了，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傻小子了，会办事了。那当然了，我现在是谁啊？这反正他们一切都好，你就放心吧，子轩姐姐。好，我敬大家一杯，我先干为敬。我知道我亏欠大家，不敢祈求原谅。尹若，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。子元，你先让我说完。我知道我自己做了很多错事，你们可以不计前嫌，但是我却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。我们二人已经决定要离开京城，去归院，用我们的后半辈子去帮助那边的孩子跟老人，为我自己赎罪。大哥，你们真的决定要走吗？二弟，我跟尹若都已经商量好了。哎呀，表姐，你先坐下，快坐下。坐下，这不是个挺好的事吗？以后你们到了归月州，就是到我的地盘了，以后我罩着你们。既然你们决定要走，那我们也就不阻拦你们了。去了归月州，和子俊也好互相照应着。嗯，反正我们以后走镖也要经常来往两地，我们可以经常去探望你们。白姑娘，我们永远都是你的书迷。来。我们再干一杯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爱奇艺 ，Strange Name，Amazing Shows。